第七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模式回会变成阿弥陀佛，迷惑临终人往生，跟着他走？这个不会的，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。魔要来扰乱呢，他变其他的佛，他变释迦牟尼佛，你就晓得那不是的。他变药师如来，啊，这个不是的。那变其他的佛菩萨都是假的。”那为什么呢？与你的本尊不相应啊！他要是变阿弥陀佛，或者变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这个不可以。护法神要惩罚他啊！他变其他的佛菩萨来诱惑你的，护法神不干涉。那又说他不是冒牌的，不是仿冒的啊！那你愿意跟他走了，那你就吃亏上当了。说明你自己信心不足啊！念阿弥陀佛，释迦佛来接引，你怎么会跟他走啊？那个肯定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，是魔变的啊！这个道理要晓得。